别的交友软件太不靠谱了，我站这里半个小时一辆车都没有。派派里有哪位绅士能够来接我一下送我回家呀？我在新月道141号门口，等我，我马上到。吸血鬼，咳血的精灵，嗜血的恶魔。15世纪，欧洲教会承认吸血鬼真实存在于这个世界上。300年后，人们耳口相传，这些在暗夜里寻找生命的死灵，踪迹难测，形象多变。他们既不是神，也不是魔，更不是人。他们如同被上帝遗弃的鬼魅，但又是那么神秘诱人。他们身上具有一切不可思议的魅力，年轻、美丽、永生不死。音响不错啊，我家的音响更不错，还有不错的红酒，不如去我家喝两杯，听听音乐。好啊。在哪里？
您不进去。你自己孙女，你怕什么？不像我是你。没事吧？小妹妹，你哪儿不舒服吗？金钱剑。灵宝天尊安慰身形，弟子魂魄五脏玄冥急急如律令。是。嗨。怎么回事？哟，你也是伏魔人呐？凭什么？是可杀不可辱，今天就从我身上踩过去，我们也是伏魔人。Christmas tea, Omnis, Imidas, Spreadas, Omnis Satinka, Potestas, Omnis Incurso, Infernalis, Adversary Omnis Legio, Omnis Congregatio, Et Secta, Diabolica! Ge,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魔鬼带走了他灵魂，我现在必须要去把他灵魂夺回来，不然他会死。可是那样你不是会很危险？顾不了那么多了。Day Satina, Adventures and Majesty, Omnis Felis, Hostis Humane, Sardis.
怎么了？哎，等会儿，你们干嘛的呀？抢生意是吧 ？Sorry， 我们根本没这个兴趣。只是刚才那个女孩是被西方的恶魔附身的，东方的法术对她是没有任何作用。你别给我什么西方东方的，我告诉你们，抢生意就是不对，对，就是不行。抢了又怎样？抢了就抢了呗，美女，晚上有空吗？约吗？闭嘴！你们知道这谁的地盘吗？啊，知道吗？知道吗？谁的地盘啊？哎呦！哥哥，你说这地狱魔兵跟我们一路追踪的吸血鬼有什么关联吗？巧合而已吧。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你应该感谢我，是我给了你重生的机会。这个世界，弱肉强食，只有强者才能得到永生。跟我来。带你去见我们的首领 Jack。
Hello, my friend. Please have a seat. There are also humans in this world. They are filthier and weaker than us. They are ugly and cheap and eat anything. Unlike them, we only drink pure and fresh blood.We are so much stronger than them. That's why we are the dominators of this world. Welcome to Vampire Heaven.我跟你说啊，今儿我要不是看在她是一女人的份上，我就一个左勾拳右勾拳大背胯，我就给她撂地上了，你信吗？切，不是真的啊，我就一个大背胯，你信不信她就倒了？行了行了，胖子，你别吹了啊！我跟你说，就你今天跑的那速度，你要穿个蝙蝠衫，你丫都能飞起来。你不懂，你知道吗？哎，对了，还有，蓝猫山坝里的人越来越少了，人都去什么伏魔人家族了，你说怎么办？那个暗夜狂欢家族最近也特别火，好像还有2000多的成员，他们干嘛的呀？啊，我听说呀，他们是几个土豪弄的，而且都长得不错。还有呢，他们吧经常举行大轰趴，而且酒免费喝，随便喝。还有美女，我靠，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说？啊，怎么了？我弄个帅哥的头像加入他们呀，一起一起一起。你要会不会开车，抽烟的苍蝇，你得什么呀？可以叫我妹，谢谢你来接我啊。不用客气，在派派里我们都是一个家族的。我叫凯文。哎，这是什么呀？你猜。哦，该不会是……不是你想的那个啦，这个是小鲜肉面膜啊。我认为也是面膜。哦对了，你去哪？回家呗，也不知道去干什么，好无聊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找到他，除掉他，不然当吸血鬼的数量达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以我们三个人的力量就太渺小了，后果将不堪设想。来活了，来活了，十三，什么活啊？不是你怎么了？不就是前几天遇见几个杀马特吗？算什么他们？我跟你说，我们呢收拾不了西方的恶魔，他们还收拾不了东方的厉鬼呢，是不是？对呀、啊，啥货啥货？不是他说了，见面聊，走走走走走走走。哎，一会儿我说话的时候不要插嘴。你要坏了我的好事，我拿你涮火锅，听见没有？我叫林峰，请问哪位是十三道长？正是在下。那个，我是他的。事情是这样的，
一个月前。干什么？三哥，救我！救救我！别多事儿，滚蛋！时间还早，不如喝一杯去。好呀。哥，你怎么了？我刚才又看见伊莎了。姐姐？怎么可能？姐姐都去世好几年了。我看你是太想念她了，所以看别人都觉得像她。不会的，一定是她。我始终觉得她还没有死。哦，对了，我刚才一路追踪她进了一条巷子，伊莎不见了。结果碰到一个刚刚转化的吸血鬼，顺手灭掉了。吸血鬼的数量越来越多了。Jack 这个疯子，一定正在和他的手下疯狂转换吸血鬼。认识我吗？不认识啊。现在认识了吗？认识了。跟你说别乱说话，我知道你们家在哪。没过几天，警察找到了我。他说受害者记住了车牌号，要我作证。那你作证了吗？他要作证的话，就不会找咱们了。能不能闭嘴听他说？我也想给他作证，可是我奋斗了这么多年，近期刚升为公司的副总，女朋友终于答应我的求婚。我们最近商量结婚的事情，我不想因为这件和我毫无关系的事情惹上麻烦。难道我有错吗？谁不为自己着想啊？你先别激动啊，慢慢往下说，慢慢说。我以为这件事情到这儿结束了，可是谁知道一周前的半夜，那个叫美仪的女孩上吊自杀了。紧接着，
昨晚我迷迷糊糊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以后发现好厉的鬼，紫夜红衣，衬托坠魂，怨气太重了。他本来可以杀掉你的呀，奇怪。道长，求求你帮帮我，求求你帮帮我，道长，求求你。帮你不是不可以，但是这个仇，林先生。这个鬼煞气太重，我的道行恐怕不够啊。怎么不够？你有毛病啊！林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他的道行比我高多了，你去找他，他应该可以帮你。好，你说是谁？派派里头除了我们茅山家族，还有一个伏魔人家族，你去找他的族长坦丁。他肯定可以帮你。好，我这就去找他。去吧。谢谢老总。没事。干嘛？这个二逼还没买单喽？哦，林先生，哎，林先生，林先生呐、啊！有人请咱们去伏魔，可是我们从美国到中国来是为了来消灭吸血鬼的。无论是吸血鬼还是其他的异类，只要是邪恶的，都在我们伏魔人的职责范围之内。他来电话了。Hello， 我是坦丁。干什么呀？不都说好了吗？
没到吗？应该就在前面，好像没这么远啊。怎么回事？别走了，我们一直都在这周围转圈。可是我们不是一直在直走，根本没有拐弯吗？对呀，太奇怪了。东方玄术有一种灵异的现象，叫做鬼打墙。我想这应该就是了。大家不要动，在一起不要走散了。知道冤有头债有主，而且林峰已经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了代价，他跟你有何冤仇？你非要赶尽杀绝？我恨他！小心！呀！谢谢。美姨，够了！林峰他有自己的苦衷，迫于坏人威胁不敢铤而走险也情有可原。好话说尽，你若再执迷不悟，我便对你不客气了。嘿，弟子殷十三今日带三清武师降妖除魔，特赐灵界封魂。急急如律令。是。嗨，林峰，林峰，喂，林峰，哎，林峰，林峰，哎，回来，林峰。跟紧我。你傻。姐姐。姐姐。
知道是我的懦弱，让你无处伸冤。韩寒儿子，上一次你其实就可以杀了我，可你没有。你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从大山里出来的孩子，靠全村人凑的钱上完了大学，我爹娘岁数也大了，再也干不动农活。弟弟还在上初中，我的未婚妻还等着我娶她进门，我好怕。 我好怕自己除了事，他们所有人都没了指望。对不起，对不起。 他是走了吗？ 善良的人，终究不会让复仇把自己变得邪恶。回头，我做上法事帮他超度一下，好让他能够来生轮回转世，重新做人。走吧。 找我们来做什么呀？我叫坦丁，这是我的两个妹妹，慧香、慧美。我们三个呢，是从美国一路追踪一个被家族遗弃的第14代吸血鬼 Jack 来到这里。吸血鬼？就是他。坐。我们伏魔人家族呢，世代都和吸血鬼对立斗争。现如今，整个欧洲的吸血鬼数量多得惊人。 而我们伏魔人却越来越少，他们转化吸血鬼的速度和我们消灭他们的速度严重不成正比。杰克，因为违反了族规而被逐出家族，他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开辟新的吸血鬼领域，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再次得到家族的庇护，而第一站就是中国。 现如今，新月城已经不安全了。Jack 藏在暗处，正以惊人的速度疯狂转化吸血鬼。
派派里的暗夜狂欢家族，我怀疑就是杰克为了诱捕猎物而设置的陷阱。那他为什么选择用派派狩猎啊？根据我们分析，派派这款软件是目前陌生人交友软件中成功率最高的。哟，大帅哥，晚上有空吗？约一下呀。你走开，一看你颜值高的就发浪，这是我的菜。晚上约吗，帅哥？哎，有姑娘约你哎。那我们怎么才能帮到你啊？不是帮我，是帮你们自己。这个城市是你们的家乡，你们的家人朋友都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有保卫自己家乡的责任。惭愧吗？闭嘴！你不说过我的法术对西方的恶魔不起作用吗？吸血鬼不属于恶魔，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物种，所以对付吸血鬼就像对付狼一样，需要勇气和头脑。那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第十四代吸血鬼是什么呀？随着吸血鬼的进化，现如今存活于世上的吸血鬼大多是十三到第十五代。由于科技的进步，他们研发出很多可以使吸血鬼个人能力大大提高的药物或基因组，这不仅可以使他们个人的能力有很大的提高，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可以在阳光下短暂停留，同时他们也能在人类中生活而不露出马脚。不过可悲的是，他们也像人类一样有衰老而亡的过程，只不过速度要比人类慢得很多，这也是他们为了族群不灭绝而疯狂转化同类的原因。那消灭吸血鬼就用这些东西吗？对啊。帅呀！丢人的玩意儿。这样吧，我去给大家买点吃的。那个，我陪你去吧。不用。喂，哥，我看到 Jack， 他在哪儿？在日落大道，我在跟踪他。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你不是他的对手，等我们。哥，我好像跟丢了，他不见了。姐姐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应该是被 Jack 抓走了。那现在怎么办？ Jack 一定有他的目的。等。我们就这么干等着呀？不，不行，你继续教他们怎样对付吸血鬼。我出去。好。Finally, you're
right, dare? Welcome to Vampire Heaven. Unless he injects garlic into his body, I would like to drink his blood.I think it's time to let your brother know you're safe now. How about we give him a call? Hello, my dear friend. Long time no see. How are you? I'm not good. But if you die, I think we will be better.我妹妹是在你那儿吧 ？Yes, we had a nice chat just now, but it's a little dull, so we sincerely invite you guys to join us. 好，如果我妹妹还活着的话。She's intact here. 哥，别来。We're at 94 Boulevard Street. See you there. Kill her. Goodbye.Beautiful girl. Liu Xiang, 把我的装备拿来。我现在要去救我的妹妹。Jack 已经设下了埋伏，恐怕凶多吉少。如何对付吸血鬼，我已经教了你们。如果我们这次死了，希望你们俩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家乡。我们也去。谢谢。是吧？这里有埋伏，我们快离开这儿吧。早料到了，走。不是，你们都是真刀真枪，你给我刺枪算什么呀？我这吨位怎么说给我一重武器啊？这里面装的是算精，吸血鬼最害怕的液体。你喷的时候瞄准点，往衣服上喷是没有用的。哦，走吧。伊莎，姐姐，姐姐，伊莎，既然你没死，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回来找我们？姐姐，你说话，你知道我们有多想你吗？等一下，好像有点不对劲。I'm afraid.She wasn't your sister. Isha, it's your turn now. You 先别动。
见。胖子，装备。你们两个闭上眼睛。Just the beginning. How many vampires? How many? How many?这宝贝大了，上天台。来了。好吧，好吧，我还以为你在鼓楼那块传的呢。那不能，原这是斯达克公司出产，那个妞还等着您回信呢。你跟他说，我加个班，完事儿找他。得了，您累。站住！吸血鬼，钢铁侠，大哥，你下车吧，打你一次我连命都搭上了，不值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Just shine!